文化局文物陈列室举办江富山陶作空间陶友联展。江富山老师从事陶艺创作近30年，近年来持续推广陶艺播种的工作。此次参加合展的陶友可以溯及社区大学陶艺班的学员，每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，欢迎在地乡亲把握机会前往参观。江富山老师从事陶艺创作近30年，持续在台湾工艺研究发展中心研习进修，从手塑、陶板、拉胚成型等等各式成型技法，进而创造各式陶作品。江老师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出与众不同的作品，除了成就自己，也有时代的意义与价值。江老师近10年来也持续推广陶艺播种工作，首先开办园林社区大学陶艺班，获得广大的回响，应邀到国立南投高商指导陶艺作育英才。陶艺不仅可以增加生活雅兴，对于创作者而言，其变化无穷的可能更具吸引力。这次江老师与好友们共同策展，凭着对陶艺的初衷以及喜爱，再次展现成果，每一件作品都是独一无二，期许获得大家的肯定。展出时间到5月11号，欢迎在地乡亲来一趟文化局欣赏陶艺之美。记者张金福，南投市采访报道。